拍天宫号太空站飞过天空，叫我主卧窗户拍就好了。可能在7:28的时候会从西北方出来，然后可能会从东北往东方下去。就是记错时间了，他9:23就起来了，然后9:28是到最上面，然后发现它蛮大一台的，就比国际空站大很多，奇怪，可能距离的问题吧。它其实是比国际空站小，但是肉眼看好像有几，看不出几节吧，怎么可能看得出几节？就没有拍好，好，没关系，下次再来挑战。一直想要拍它凌月或凌日，天宫号太空站凌月或凌日，但是一直没有好机会。想说在我家这边等，慢慢等，最后一天会让我等到了，好吧，下次再努力啊。这影片再看看吧。